今天来整人，没有错。今天的受害者又是他们之前出现过的水母和工具轮。顺便来教各位几个简单的整人方法。像这样把炸弹矿车放在树木的顶端，当有人把它底下的木头挖掉时，它就会再用树叶把它隐藏起来，完美。Nice。在门口刚进来的地方挖个洞，再放个钟乳石，把它们做成串烧。在岩浆块上面铺上地毯，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扣去，应该算是迈快板健康步道吧。在石头上面放十字压力板，帮他们训练眼力。接下来的这个比较难骗，在按钮旁边放上告示牌，写一些警告标语。众所皆知，人看到不能碰的东西就会去碰，他们一定会手很贱的点下去。没想到他出生在家里，看来门口陷阱失败了，现在只能期望水母会掉下去了。至于工具轮吗，我自己动手干，不要抢我的杆子，不然你去砍树。Wait a minute, who are you? 看来水母真的中计了，就你没掉进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, 他把我的岩浆块给裁了，又堵住洞口，居然同时破解两个陷阱。看来我们只能指望压力板和树木了。看来他触发压力板了，但他怎么又躲开了？他真的是打不死的小强。话说水母目前在哪？Emotional damage!